你要跟林洛世结婚？对哦。林洛世也答应你求婚了？是。那林家的老太婆也知道，她怎么说？已经明理，伊嘛无反对这件代志，也不过伊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会当去因家提亲，这嘛代表咱家对这件婚事有基本的了解，伊嘛较清楚咱爸爸妈妈的态度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不用跟爸妈说了。你安怎安尼讲？你说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等到 Rob 跟 Rose 离婚，我跟 Rob 的感情要迈入下个阶段了。你在这个时候娶林洛世，那我怎么嫁给 Rob？ 这是两回事啊！我娶我的，你嫁你的，一点啊拢无影响嘛。那都是你在说，他们夫妻两个一离婚就变大嫂跟妹婿了吗？你不觉得奇怪，我还觉得奇怪呢，我绝对不能接受。而且林洛世在这个时间点答应你求婚，他动机不纯的，他就想报复我跟 Robert， 他不想让我们有好日子过。这么明显，哥你看不出来哦？我会想办法化解你跟 Rose 心中的怨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是你这么想，我对林洛世使了多少手段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林洛世有办法放下，他有鬼呢。要是你没办法让林洛世放下的话，那我等于背了个炸弹满地跑。哎，他会每天找我麻烦的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接受。心雨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的。搁再讲，是你先破坏人的家庭，现在你敢有那个面去对别人嘀嘀嘟嘟？这件代志，其实咱唔免讨论。我即马讲出来，唔是要得到你的同意，还是支持，就安尼啊。哥，你不许走！心雨，你莫怪林哥哦，对你歹下手。伊只是对洛世有感情，伊并无唔对啊。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林洛世啊，伊用尽心机哦，甲林哥牵咧行。让林国王变成报复的工具，其实林国王是受害者。你给我点去！哥，哥，你怎么跟 Robert 动手呢 ？Robert 会当在我面头前乌白讲话，敢讲我袂用叫伊点点 ？Robert， 自从你跟阮小妹斗阵了，所有的好处拢是你摕去。即马你要跟 Rose 办离婚，伊无要甲你讨一仙五厘，伊对你真包容。自即马开始，你若要阁讲伊一句歹话，故意重伤伊，我保证，后一遍泼在你身躯顶的绝对毋是水，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？有啦。真是莫名其妙呢！咱要结婚，谢林洛世哦，竟然用枪来报复对付我，这代表伊根本就无想要退让，伊还是想要报复。林，我袂当这样代志哦，继续安尼发展落去。Robert， 你打算怎么办？上紧的方法就是，来赶在伊头前哦，先登记，只要咱先结婚。然后都用计，请恁爸妈回来，阻挡伊甲林洛世。那你以后，因两个对咱都无任何影响。你是安怎啦？我不能写登记，等你等了这么久，只想你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呢。先办婚礼再登记，绝对不能让林洛世对我有话可说。哎呀，
好啦好啦，咱今嘛就去找文姑哦，一定要在上短时间内哦办理婚礼，这样代志哦袂当阁拖落去。那我先上联络婚姑。林若诗，你安尼跟我比，我就爱和你一点警告。我嘛知影千金会好甲你照顾，所以我就较放心嘛啦。你敢知影？你迄时阵要开刀，迄是千金敲电话去动用伊所有关系，请到上好的医师来替你开刀。你即马状况才会较好呢。就亲像好你讲的，千金会甲我照顾甲真好。我煞利用伊对我的疼惜甲帮助，来换取放心伊甲 Robert， 安尼敢是对？明明伊嘛同意啊，现在我会感觉心虚，想要甲伊讲一句歹势。林老师，你来这要创啥？你有啥物资格伫阮家出出入入啊？那不是因为你收超费，我嘛无想要来啊。你是安怎要叫我前进啊？因为前进对我真好啊。你莫甲我骗啊啦！只要你愿意哦，对好的人哦，即下找到一大堆啦。想怎偏偏去找前进？你莫了，阵我唔知影，你是安怎要叫我前进？迄原因只有一个，不是你想要甲心雨还佮我作对？你要利用前进，我摕袂着我要爱，我绝对袂予你安尼做。你即马就去啊前进讲。你答应伊求婚的代志取消，以后这样代志慢慢搁提起啊！你凭什么安尼要求我？因为我不准你来影响我甲心雨未来生活。哼，你还不是我的什么人啊？我哪都爱听你的啊！你若是惊讲你的生活会受到影响，还是讲心虚惊我报复，那呢，你就放弃放心雨啊！安尼你什么拢免惊。你拢还袂继续前进，即马讲话心对面腔出来啊！哼，是讲哦，这個、前进嘛真趣味啊，有遐尼侪少年，搁水的查某囡仔伊无爱，偏偏介一个我永春的老查某，真正是头壳歹去。啊，不过袂要紧，我会想办法咯，让伊头壳较清醒的。是讲罗斯啊，你若真正哦想要入去本家的大门，我甲心雨。是会让你找无门头走入去。你上好是为即马就收起你的态度。啊，若无，等你要叫我一声大嫂的时阵，我会让你连后悔都袂负。搁再讲啦，咱两个到底倒一个会先变作是本家的一份子，迄个佫无一定哦。你莫佫做梦啊！你唔通袂记诶，你包倒来有我诶囡仔。以你即摆诶条件，搁少想要嫁入去本家迄种大门大户。我安尼啦，我甲你斗三工，先替你甲包倒来囡仔处理掉。你先煞想看卖，是毋是搁要继续甲我作对？啊！甲我作对，愈甲我作对，我甲你讲话清醒，我甲你讲话清醒，你讲。你够没劲了，够没劲了！上好是收起你的态度，啊，若无，等你要叫我大嫂的时阵，我会甲过去还佫今日上做伙甲你算，毋是你试看卖？啊！你真正佫会喊名呢，我今日哦，绝对袂让你泡清醒。啊！志平，你这个笨手！拢已离婚了，搁青芒大号来阮家求小姑姑，无我假是你这当作林家人怎搞的？来啊！起！你我卖有看到你。林志明，你今日敢安尼对待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我知你甲江某杰竞争还袂结束，就因为你今日家暴，我一定会站在江某杰一边。
帮助伊来对付你。林家世界集团早晚是会败的，你着目睭金金戴咧看，够唔够？小姑姑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不要紧。除了安全系统哦，我新的啦，啊有漏洞啊，是讲我好加载，我套用软体啊，看出来监视器，唔知怎样讲我 robbery 走不来，车开的我跟踪他。好加载。你有够情况，多谢你。像我小姑姑，我听阿妈咧讲，讲你决定你要嫁予方先生，讲你敢确定安尼敢好？那有啥物唔好啦？就算讲前景无问题啊，啊，不过你嫁予伊，你甲 Robert 你就变作一家人了，伊就变作是你的门婿，你甲伊这世人永远脱离不了，这敢真正是你要滴的？真正小姑姑，我真正希望讲你会当把过去的代志完全放下，我去追求你新的人生，安尼你唔只都得到真正的幸福甲快乐，我阿妈佮大家。因为当然是嘛，我嘛希望我做会到啊。啊，不过老实讲，因两个在我的心上造成的伤害，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，都已经是无法度抹掉，无法度消受的。我就只有用我家己的方式处理，我成功来挽回，才有机会当好。小姑姑，我真了解我自己，你莫阁苛刻我，你莫逼我连这间厝都无法度掂落来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尊重你，我莫勉强你。不过我是一句话，有甚物代志，有甚物困难？你另外开嘴跟我讲，让我会当跟你斗相共。我今日啥拢唔讲，到时真正会造成危害，知无？